哪些英雄可以一秒拿下满血元歌，像嫦娥这种就完全不算，得瞬秒。第一位关羽，全输出加上狂暴，一技能直接瞬秒。第二位花木兰，木兰真的牛，都不需要六神装，重剑一技能拿下。第三位光信，得贴着放大招。第四位吕布，出装六把破军，先用人偶附魔，直接一刀拿下满血元歌。第五位蒙恬，出装带两把暴击剑，全破军不行。第六位苏烈，只需要三个装备，放几个人偶大招秒杀。第七位项羽，血量越低大招伤害越高，狂暴都不用开。你们说要这速度算秒杀吗？我不好确定，小伙伴们决定。第八位钟无艳，全输出一锤蒸发。第九位晋，全输出直接瞬杀。第十位安琪拉，一技能轻松拿捏，二技能和大招不行。第十一位火舞，二技能和大招都可以瞬秒，不愧是操作最高的法师之一啊。第十二位妲己，一技能可以。第十三位武则天，一技能卡强化一技能就行。第十四位小乔，一技能不行，得大招配合一技能才可以达到瞬秒。第十五位诸葛亮，一二技能直接融化。第十六位狄仁杰，这套出装加暴君 buff， 大招直接拿捏。第十七位太乙，射手只有狄仁杰可以，辅助也就只有一个太乙。王者115位英雄，只有这17位英雄可以瞬秒，你还能说出其他英雄，算我输。